Hello， 大家好，今天刚工作完啊，也到晚上了，来这里锻炼一下，随便回家拿了两件衣服，撸一下铁吧，兄弟们，好久没有来撸了。我们已经到了健身房啊，这么久没来了，也不知道是不是会员了，我进去看看。你好，吴总在里面等你。啊，吴总在里面等我是吧？看看。都已经清场了，这是包场了吗？如果是会员就还能打开，不是会员打不开了。嗯，还能打开。先去换一身衣服，随便提了两件衣服啊，直接撸他一顿。我换衣服去，不要拍了。啊，好屈服啊！现在。随随便便，这是还是我以前打羽毛球的衣服吧？今天就这样子去干一下，撸他一把。我去找一下吴总。Hello。这也是我的私教。吴总呢？吴总，好久不见了。哎、你又胖了。你胖了哇？你这我瘦了啊？我瘦了。来，热身完了。可以啊，今天搞猛一点。不要，你就每次吴总都要把我直接干废掉。没问题，你今天都有基础的，你看练十五个动作就可以了。可以，我会给你安排好。好，不要搞太猛了，我受不了的。来，吴教练，那个黄教练，辅助一下卢总训练。大家不住了，一定要找两个猛男辅助你一下。我们不要太猛的，不要太猛的，一定要练到最猛啊！看这肌肉就知道，看动作都忘记了。来，我们先练，这么久没有练了，你看背都厚了这么多，我们把背部。你直接说我脂肪厚了就可以呗。你全身都厚了，来吧。你看，脚踩是地面，手整个身体往上爬的感觉，脚跟一起。行，过来。身往前，呼气的时候向前，慢慢爬。我已经应该记得了，我已经在冒汗了，我已经累得差不多了。哎，腰背挺直，好，嗯，把杠铃抓起来，先上上上气。脚先往前，膝盖弯曲，身体往前倾，等会儿，对，腰挺直，再起来一点点，好，呼气往后。对，收一点点下巴，收一点点，这里收一点，好，手肘贴着身体，对，就这样，非常好。呼气，把腹部收紧，呼，腰再挺直一点，好，呼，收下巴，对。我被他玩死。哎呀，你这个，哪个？来，吴教练，黄教练，给他把最重的片给上。嗯，不要再重了。不要，搞死了我！你少一个会员了，是不是？这个你肯定会了，直接。也有点忘记了，也有点生疏了。好，坐起来，脚先朝前，胸贴着，收一点点下巴。好，手慢慢放松，肩胛骨放松，靠你的肩胛骨收缩带动你的身体下来，呼气往下，挺胸。对 ，OK， 好，慢慢放的时候控制一下，好。挺胸，这么轻松。加片。哇，有点拉不动嘞。可以。兄弟们，有点重嘞。啊。控制你的颈椎。嗯。我往后伸一点点。好，非常好。陈教练，给他哑铃，给他整上。这个干嘛？我们继续练背。背是，确实有点累，满头是汗，这手也打不开。已经在这里40多分钟就有了吧？有。背挺直，然后低头含胸，低头。再往前。坐直坐正，挺胸，好。往前，低头，好，坐直坐正，挺胸 ，OK，
好，我动。来，吴总，我是跟你有仇吧？啊，我是为了把你的肚子给减下去。每天被你这样子折磨，我会死得很快的。没问题。我走了怎么办？下一个，下一个，下一个。还有下一个？是是是。那继续。已经气喘吁吁了。好，上下摆动3公分。摆动摆动，好好，对对对，手放在胸前。哦。行，我的手 OK。气息。你看现在才练多久？40多分钟了。这个是我的兼职教练，漂不漂亮？教练，你现在对我现在是怎么计划 M 总？我啊，你怎么给我规划的？我们的规划的话，一周的话肯定要练到胃的嘛，是吧？我都练到肺里面去了，不是练到胃里面去了，太累了。你是不是对我放弃了？这么久没来了？没有。啊？你不要笑嘛！为什么你每次见到我就要这样子笑呢？你的锻炼频率太低了一点。你一两个月才来，是不是？我每次来，吴总就要把我整死整废。不是，我们接下来他是这里的 boss 啊，他也是我的教练。每次一来，他就直接干得我第二天走不动。你自己说有没有？没有，是你太久了。我能跟你比吗？我这么久没有练，你的基础还在，你恢复起来会更快。你自己之前定的目标，这20斤，两个月就把它干下去。现在加2斤好不好？22斤了。是啊，你怎么，你这个减脂也没给我减下来？你要帮我配餐，饮食计划。配不了，你配不了。你现在是要把你的训练的频率加上。那我每天都要来吗？来，不要坐着，不要坐着。哎呀，真的。刚练完你就坐着，然后呢？啊，不是，他们说练完之后坐着屁股会更大，我想屁股大一点，是不是？你的已经很大了啊，你的已经很大，你的比我的更大，很有力了，你的很有力。哎呦，还有练吗？我们今天就先到这里，要不然等一下你明天都不敢来了，起码每天要坚持。我的手现在已经在发抖了。等后期慢慢的，你要把这个训练时间加上来，早点今年把它减下去。减下去，我找个老婆去。嗯，好。帮我介绍一下嘛。那个我们郭教练比较多，那个是不是郭教练？闺蜜。真的吗？你要先瘦下来呀。啊，意思就是这个问题，还是我的肚子的问题吧，对不对？那我努力啊，明天我再来。这期视频就给大家录到这里啊，我回家洗澡去，今天晚上睡个好觉，拜拜。